沈阳市作为辽宁省首批医保电子凭证试点城市，从2020年6月起，医保电子凭证开始在全市的定点医药机构正式上线。截至目前，全市3612家定点医疗机构开通电子凭证就医购药服务，234万人激活电子凭证。参保人员在定点医院和药店就医购药时，直接出示二维码结算，极大地提高了就医购药的便捷性。